你现在人怎么样？我现在人还好哎，你人在房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化妆间，你为什么在楼下化妆间，不回房间？因为我不想上去，好累哦，上去又要下肚子还去，疼吗？还行啊。那你等我下来。等你下来给我送药呀，那个药非常管用，今天吃那个不管用。待会儿你下来的时候一起拿过来吧，没事儿。那你还得再疼一段时间，现在就来，你等没我，关很系，快。我现在。我从昨天开始就一点食也没进，今天也没有吃东西，好生气啊！我这个人。所以我本来很不舒服，我就想说，要不吃饭我就不去了。但我想，等下来过就是正儿八经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也没去。我说，这个时候再不去也不太好，而且我是得需要吃点东西，我觉得。没有了，我是觉得我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好像不需要吃东西。我这个人对吃东西这件事情没有那种欲望，有的时候。不是，今天是觉得很恶心。我今天吃了陈小爱的炒饭，然后吃了一个橘子，然后整个人就开始不对劲。就吃了一口炒饭，就开始不对劲。妈妈来了，宝贝，这个管用，还挺快的，十几分钟就能起效。好嘞。毕竟。谁知道啥时候吃上饭？你喝吧，没关系，一会儿我擦口。你喝吧，不烫，我刚接的，适合温度，不烫，温的。他太大颗了，他卡我嗓子眼儿。再多喝点。哦，缓缓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拜拜拜。拜。小马好好呀。姐姐不在剧场，妹妹在剧场。我没有故意不吃东西，我真的没有故意不吃东西，但是人就是。不是故意不吃东西的，我又没有想要减肥，最近胖的要死一样，但是没有想要减肥的欲望，因为反正过年了，现在把肥减下去了，过年又要吃胖胖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要减肥。对啊，我最近其实很胖的，我这个变成胖弟再回来。反正过年回家，如果能回得了家的话，就是会胖，肯定是会胖。我相信我已经可以了，快要把你忘掉，更寂寞，好点了。好多了，其实刚刚喝了两口热水，好多。十一点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。我们那个 Misty 呀，
地铁里唱的怎么样，我后面有一个没 hold 住，其实走神了，整个人。我今天跳舞都走神了，我站位乱跑。我就是我跳，我是跳出眠的时候，我就跳着跳着走神了。然后我就是在那唱了，我才意识到我自己挡住他，我就赶紧往旁边撤。然后还有个地方，我本来要去另一边的，我本来要去左边的，但是我整个人就走神掉了，我就去了右边。我说完蛋了，我说我的位置在哪里？我跟着人群走到右边之后，发现我的站位并不在这儿，于是我跑到了最后一排，选择了蹲下。啊，就整个人都不受自己控制了，走神了都。不要吃辣的，你这是在为难我。你让一个湖南人不吃辣的，你不如让我别去吃饭。那不喝冰的倒是可以做到，你让我不吃辣的，你这个人有点过分。我真的长痘了，我这儿长了一个痘，但是好像消了。怎么消那么快？昨天发现长多了，怎么可能只吃一点点辣呀？我可是湖南人。就不要喝冰的，可以少喝冰的。那早知道刚不吃那个止痛药了，如果不吃止痛药我就会啊好痛啊，就喝不了冰的。如果吃了止痛药就反正不痛了，说不定我就会喝冰的。哈哈哈啊啊啊！好了好了，不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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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跟你说，就是国外的人吧，人家从小就冰的随便喝的都没关系的。我看一下我手机，好不好？说实话，我也从小习惯了呀，我从来都不忌讳这些的。我从小就喝冰的。那我的体质也是这样，我是最近才觉得自己很怕冷，很体寒。之前其实不。最主要的回因为这个房间就很大，有混响。嗨，我在直播。吃饭，你下来，我在楼下呢。睫毛好翘，假的，因为是假的才这么翘。眼睛好大，真的，但是是因为化了妆，所以它更大了而已。我相信我已经可以了。
嘴巴好小，真的，我还把它画大了呢，不画它更小。今天唱歌真的很用力，因为不用力唱不了啊，我整个人都没有力气，你没发现吗？跳舞都跳不动，我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给我的脚都抬不起来，所以我的表情一直很狰狞，要不然的话我就唱不动，完全唱不动。我脚丫感觉抬不起来，我觉得我在划水啊！我真的觉得我没有控制的在划水，但是划水也好累啊！跳不动。其实我来剧场的时候还没有不舒服，就那一口橘子不知道为什么把人给震懵掉了，吃了一口橘子之后整个人都不对劲。我来剧场的时候我就是说整个人还生龙活虎，也不是冰的吧，算是凉的。跟寂寞在和，因为昨天事儿太多了，昨天一直在忙。虽然我也没有上线，我也没有告诉你们我在忙什么，但是就是一直在忙，所以忙着到大半夜了才想起来，没吃饭啊，好像。但是今天要公演，我不能大半夜吃个什么东西吧？你想想，昨天晚上没吃什么，今天就已经很重。现在我们要出去吃饭了。是可能会得大病的年纪了，如果我特别不注意的话，我好害怕。呸呸呸！但是事实啊，就是如果我一直这么不注意的话，以前老二觉得反正我小我不会怎么样，反正我小我不会怎么样，现在。我觉得我还是得注意身体。因为我最近老是看到，我觉得人如果生病了的话。好绝望哦，对不对？人如果生病的话，真的会好绝望。虽然生命这个东西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的时候，我想珍惜，我想不珍惜，都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但是，我做不到，我看着它被夺走。我觉得它的掌控权应该在我自己手上。
走吧，走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